三组，三组。那，这竹条弹过去的，那翕照相了。喊个竹条去啊，喊上去啊。没事。别个人放来啊。好了，看这边来，摆 pose 摆好了，口罩拿下来。来，目睭看车。Hello， 五四三二一，嗯，好了，可以了。对啊，这大学吃的，好。烽火未炒了，然后，啊，你要翕相啊先啊，你要给你打拍拍来的，要拍拍会着风，哎呀。有吗？对吧？有有啊？照相吗？有吗？阿姨，给我一份照，请到我这我就上去。对对。嗯。妹妹，快点！快点啊！来这两边。不叫照相。等一下。麻烦你给我们照一张相，谢谢你，可以吗？叫老板照，好了，谢谢。好，换这个超宽荧幕。请这个专业摄影师帮我们。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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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过来，看过来。看过来，
肚子都不吃呀，哎呀，今天是3月23日星期四的早上，我们来到溪头教育园区这里的大学池，太阳很大，今天是112年3月23日星期四的早上，我们来到的溪头自然教育园区这里大学池，很不学习，嘴嘎嘎痛。今天是112年3月23日星期四的早上，我们来到这溪头自然教育园区这里的大学池，走，来，不要了，这是贵的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
好好等你。但阿弟不要了，无你，阿弟不是拢你。啊，你那无你，伊厝会到，你无你。行出去吼，我是拢伫阮兜迄个南秀桥后边迄花园那里啊行行，啊行，你啊四十分钟差不多伫六七千步啦。嗯，就差不多啦。系啊，啊，不过行路嘛，算也毋是讲一点距离啦。对啦。9:50来到这里。欢迎你！西点西斗青年活动中心欢迎你来到此地。嗯。来，往里面走。西斗青年活动中心，今天是3月23星期四的早上，我们来到这里。10:25走到这里了，大斜坑，要前往大斜坑。到到这点哇，你安尼，你骨头唔济啊，大伯。嗯，对呀，安尼差不多，3-4点个呀，出门就会有啊。规个公司有人爱量技术。还撑着雨伞呢，啊，破坏风景呢。10:30来到这里，哦，太阳很毒辣，哦，很热。
坐这的凉啊，坐多这啦，这通坐啦。这通坐啦。穿这样很凉，现在是刚好11点。哦，我们在那树下哦，纳凉纳到现在，那边凉凉的，坐到天黑都不想离开哦。就过来，就过来，来，就过来，好来，来这样子，比个耶来。这种安铁的啊，你学了哟，学不给下去啊。那类似蓝沙网啊，蓝树木的、啊。
这边有一个蓄水池。冒险王啊，探索森林啊，导览图啊，我那一叫就改成少的啊。现在11:07，这是我大斜坑。做退路，倒退路，倒退路啊！这么厉害，哎呀，到了，现在11:15，大斜坑。11:20来到这里了，来到这个歇脚亭，这个步道是大斜坑步道啊，快要到了啊，玉园桥11:20来到这里，玉园桥这个地方还没来过，第一次，活了这么大把岁数了，第一次来，每次来要从底下大斜池那边走一走就掉头回去了，然后天空步道走一走，还有神木区这边大斜坑哈，土石礁斜这边没有来过，首次来探索一下大斜坑土石流礁斜。土石流礁斜的地方，今天是3月23日星期四的早上，现在是11点多了，我们来到大斜坑啊，终于抵达了，终于抵达了，这个是大斜坑啊，土石流礁斜的地方，这有一个平台，好多。现在是11:37，那下来这里了。快去去做导游，难怪。
你找一下第二厂听。对吧？啊，变数吗？11:55了，来到大觉寺了，回到大学池了。现在的时间12:07了，我们已经走下来了，前往出口。12:07了，我们走出口来了。这边要往天空步道去，天空步道在整修，我们往回走了。12:13来到这第二售票处，要前往妖怪村吃东西了。我们洗手间，我们从上面走下来，走下来。12:18来到妖怪村，准备找吃的。用餐时间，今天哈、礼拜四没什么游客，要鼻子长长的这个西头啊，妖怪村。妖怪百老汇，就常常吃那一间就好了，那一间了、常常吃的那一间，黑心冰淇淋，这家常常来吃的。用餐时间了，我最喜欢吃红豆，喜欢吃红豆。今天是3月23，星期四的中餐。
妖怪村，溪头妖怪村。叫红头啊，长鼻子。溪头。现在的时间是1:10了，我们已经吃饱中餐了，在这妖怪村这边来坐着纳凉，看看这些游客啊，大家都吃饱中饭了，出来这边闲逛。今天是3月23日，星期四的下午。表演即将开始，溪头妖怪村。那么待会再过5分钟，再过5分钟，位于我们的平安湖广场，也就是现在音乐会放出的地方，即将有非常精彩的马戏表演。想要看表演的观众朋友们，可以先到我们平安湖广场前方的板凳区就坐。我们表演再过5分钟，再过5分钟马上开始。这是小朋友。给他掌声。1:18了，准备要来离开了，要离开姚凯村了。你要去哪里？我们走啊，我们在妖怪村吃饱中餐，现在是1点多了，要来离开了。1:19离开妖怪村。我每次都来这一家吃，来这边跟他同享。红眼，鼻子长长的。Thank you.
它两只更好吃，就像猪哎。好，接过来，今天一袋一包卖八十多，两袋八五。西头自然教育园区，我们往回走。洗碗包就买了，小黑黑光。你啥黑黑光吧？早上从这边走过去啊，那竹拱桥已经拆掉了。国立台湾大学实验林管理处西头营林区西头教育中心。现在的时间是1:25。
来对。票处，这边走上去，就在正前方售票处，购票方向，车子就停在对面，1:38，要来准备离开了，明年再来了。去年9月份来，现在又来，在3月份。昨天晚上，3月32号的晚上住在雅园民宿，早上7:30吃饱，直接开车来这边溪头，车子就停在这里，准备打道回府了，打道回府。